观众朋友们，日本的观众朋友们，韩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我的新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现在在热播中。我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里饰演顾卫。我在剧里饰演林之夏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欢这一部剧。玩笑开着开着开着